D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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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esa mujer fuera para mí, ahí está. Habrá muchas mujeres, pero tú eres otra cosa. Si fuera un delito eso de que estás hermosa, te arresto en mi cama y te pongo las esposas. Tienes el toque, toque, toque. Miren el material, edición especial. Tienes el toque, toque, toque. Perdóname. Sale sucia, sale sucia. Hola amigos, soy Alex Mox de Jigging, Panamá. Panamá se encuentra en el istmo en el centro de América. Contamos con dos mares, en Atlántico y el Pacífico. Acá en Pacífico tenemos muchos lugares para la que practica jigging y también la que pesca deportivo. En las especies podemos encontrar lo que es pargos, bojalá, meros, tuna, marlin, vela, entre otros. Acá en el área de que nos encontramos ahorita mismo, que es por cerca de Coiba, que nosotros digamos que es Jurassic Park, que es parque jurásico, donde se practica más lo que es la captura de tuna, yellowfin tuna, y también lo que es gran cantidad de jigging. Entonces, muy buenos lugares aquí en Panamá para este tipo de captura, y les exhortamos a todos que practiquen la pesca deportiva, lo que es jigging, que se trata. En 10 días la pesca está muy difícil. Estamos buscando un método de cómo sacar pescado de una forma a otra forma, practicando la que es jigging, ¿okay? Buscando los puntos con más concentraciones en las piedras, haciendo lo que es jigging. Siempre logramos buenas capturas. Suerte,
Muchas gracias, amigos. Saludos.蛋蛋头吃过了，不大，两斤的，我看一斤多，小小的那种别的鱼，青鸡啊，鲫鱼啊，也是石斑啊，拖贵啊，蛋蛋头啊，蛋蛋头开壶了，你看到没？厉害吧？ 刚才对面的船重了一条石斑哦，大概有5-6公斤重。现在啊，吹着北风，然后流水流往南，所以线很斜，看到没？钓石斑一定要保持你的铁板敲底，所以我现在上来换一只铁板，下去马上就中。200克的流氓棍，夜光的橘色的啊，顺便把这个尾钩加上去。 尾钩啊，小卷的，下去就中啊，中，不啰嗦，是不想钓，是不是？还是有功夫的，对不对？ 不能让他飘走，你就有机会。你看，哎哎哎哎哎哎！石斑啊，九班的爸爸，石斑啊！哇，兔龟啦！哇哇！石斑来了，看到没有？ 大铁板就钓大石斑了，小铁板叫小石斑了。哎嘿，是尾钩，看到没有？石斑了，不是要镜头，不是要镜头，大石斑没有叫小石斑也好。换上流氓棍，马上吃钩了啊！橘色的看到夜光的，大家赶快换啊！不换就不吃钩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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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哦，哎呦，好像不是。哎，大波一，大波一。这鱼他妈不敢拉，你知道？不敢拉它，你知道？怕脱钩呀。是尾钩啊，是尾钩，红鼬，红鼬。哦。知道，没事，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可以。世界名牌的钓竿怕什么？这是这个巴拿马当地出名的叫什么红鼬。
这是斑了，这是菠萝是不溜到的哈，够早，是吧？当然，是吧？哦，有点密哦，闪斑了，哎呀，好有啊！这个是斑嘞。那我们大家巴拿马的钓都有鱼钓，所以我们把它放了，等等哈。 哦 ，nice，nice。哎，大一点，大一点。No, no, no. Es que pasó Nando, loco. Te falta, Nando. Te falta, loco. Tiene malicia. Tiene malicia, Nando. Gracias. No está viendo que pueden tener el radio prendido. Y si tú dices sign up, Ale va a decir que súbelo. Mayo, IPA, o sea, más que HT, P2. Da, ya se coló. 呀，口罩都来不及戴了，他多认真啊！没感觉，真的有鱼的话，你这个铁板下去，它会来撞，撞一下。对，它会来撞，都没有啊！你这新的点一下去，它很多鱼追过来的时候，它会撞，都没有感觉。 哎呦，介绍，这次真的介绍了哦，看起来是什么鱼？很小看的，这次是什么？明显说还断头的呢。介绍，啊，红，你说的那个红鱼，是不是？对啊，是不是？对啊。那怎么这种鱼的？它会飞，上钩，怎么样？两臂，三头，三臂。对呀，哦，这终于找到鱼了，终于找到鱼了啊！ 我们经过了无数的怀疑人生，终于找到鱼。我们来到这个巴拿马推广 Jigging 活动，今天呢，所以我们要爱惜鱼源，让大家都有钓啊。所以我们今天钓到鱼，都让我们放回大海。Come on, baby！ 十番了，又十番，十番，看好了，什么状况啊？十番又来了，什么状况？被你这样慢慢丢，钓十番的人钓不到十番，不钓十番的人钓十番。我带来了混蛋烂的，对呀，大呀，被关了，不是哦。 哎呦，也是红鱼，这另外一只鱼啊，过来，来，不，我可以，等等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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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O. Pardo amarillo. Cuidado.哇，大叔！哇，接杀厉害吧？<笑>啊，太扯了，那小只很小哎，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子啊？哎<笑>、欸，这黑点哎，这好吃哎，啊，黑点哎。黑点正红鱼啊！直接接杀只，想要钓这种鱼就要买流氓棍。这个不放生啊，汤刚刚好啊！看到没有？直接看，口水都流出来，直接钓不到。哎呀！碰一下，碰一下。
真咬了夜光的声音，换一个铁板，铁板哦，又来哦，喂，你现在怎么样？我现在砰砰砰砰砰砰，什么鱼啊？哦，有鱼啊！十磅了，哇！十磅上来了，减下来，这是大休息的。 接上，这是这个鱼叫做什么？哈哈哈哈哈！感觉大红鱼，螃蟹也要上。我要杀鱼啦！哈哈，大红鱼啊，就是钓这种鱼啊，红鱼这个季节，你说到了市面上，满海面都是。 我们的目标要叫大鱼，哈哈哈哈哈！你来说好抓，好了 ，OK， 我们把它放生啊，回归大海啊，快点啊，来，拜拜。 很多人对这个同步排线呢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当你线收进去或断线的时候，你想要去把它对准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 PE 线就是说拉到哦，注意看哦，最好是拉到最边边的时候，你把这个同步排线放松以后，放在最边边，最边边哈，然后再锁回去，一定要锁对哦。如果你锁不对的时候，常常会这个牛角就是底下这个。 半月插销会坏掉，然后你看在最边边，不管它排线往左或往右，它都永远就会对到同步的，看看，对不对？所以建议你是抽线抽到它最边边的时候，把它松开推过去，哦，这样就可以让你的线保持在同一个线平行线上，才不会断线，对不对？而不会不同步。我们今天提早休息，风浪下不太好，鱼情也不是理想，现在看看，现在回到。 住在一个私人的海岛酒店，这整个岛都是私人的。啊，我们回来到了海岛的这个酒店，看一下，哇！ 热身的在巴拿马海峡热身了2天半了，现在转场来到这个 David 这个港，然后我们等一下出去到母船去，每天钓完以后就到母船。哦，现在对象鱼就是尾鱼，为了测试我们的卷烟器，顺便呢大家动动筋骨啊、哦，在巴拿马的海域啊钓尾鱼。那船接下来船长介绍一下他的船。Bonnie，
Welcome in Hannibal Fishing. Let's catch some tuna, and you're welcome on board every time you want to come. Thank you.20号的中午，我们已经抵达了这个女船，然后现在在准备要叫那个船长，真的来到这里非常宾至如归，真的他们非常给力，除了所有的行程呢都是免费的招待的，船长还买了龙虾，现在要开香槟庆祝，就我们过来钓鱼啊，真的是很超给力的。是啊，来，开香槟哦。Hello！ 为什么呢？那我有什么疑问？是老板自己发明的 VR 球。一个组在这里呢。真是好笑啊！很累的，真的很累的。好厉害啊！新鲜的钩子，现绑现活的啊，活活的龙虾，油水鱼钩。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Yellowfin 的钓场哦，那船长在找鱼，跟着海豚，跟着海鸟找到鱼的时候呢，水面我们也有人在钓，小五在钓，然后水底水下的话，船长会跟我们讲在几尺的水深，我们就丢铁板去钓它，啊，大概是这样打带跑的方式，跟我们一般钓红竿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 ，Wonder 快递120。这纺车啊，从来没有钓过大鱼，呵呵，第一次试。王七伟，王七伟，王七伟。喂，那个猛，大只啊！嘿，第一尾，另外个妈的！呀！我干什么在这里啊？来嘞，放下，下。算，上，老回来了，谢谢大家，到了，回来灭了灭了。
寄生虫你真难干啊！这罐子不好拉的，杆子长没办法，不好拉的，太硬了啦！真的，你都不能没有办法缓冲力量，整个杆整个都杠在身上，整个好不好？突然把它切掉一大截。没有三十公斤，脱钩对不对？脱钩，对啊。这是我们专门针对环鳍金枪设计的哦，来看尾啊，环鳍尾专用哦。那我们新款的设计的缓车轮，加长摇臂啊，小机身啊，这里面装的是六号线啊，300米。前导100磅，因为30公斤，旗开则胜啊！哇哇，无比受活，无比受活，无比受活！哈哈！哦哦，我还是可以的，要办比较纤细，纤细，拉出来，这我们新款的。慢慢来，慢慢来啊！大家，我们为巴拿马专业设计的尾哦，娱乐费专用哦，专门钓环鳍尾的哦。你看这款杆子，杆稍又灵敏，腰身直挺的，咬的啊。哎，大妹，哎，大妹，哎，大妹。
不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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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小哎，三十 K， 三十 K， 继续没有。而且他如果再下去，我就那个 run， 我就运气好啊。Pick up one， pick up one， pick up one。哇哇！给他们掉下去，他们镜头补一下。除了半杯了，一杯。好。哇！爆了！除了半杯镜，我操！不会爆啊？怎么会爆？爆了！出现不错哦，转出去，现在是当地的时间5:30啊，突然三个引擎都熄火，发动不了了。就因为一条线，昨天我们那回钓鱼到拉泡泡的时候，他已经睡觉了。我那个叫什么？他告诉我的，咦，他的办法，对吧？给你看。70，70的吗？发不动了。70的，我们三个350的。这里全部都是青椒啊，危险！海上救援，走开了，人家先到，人家弹回来。He broke it, you fall. May us sleep. You made it on purpose. You made it on purpose. I'm very, very sorry. No, no problem. No problem. 继续。Capitan. Boss.I am very, very sorr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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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orry for the whole time. No, no,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I didn't know. My bad. Okay. 我来解说一下。结果不是船坏掉，是谢天主任上去拍的时候碰到了这个一条红线。保险啊，像跑步机一样。保险掉了，所以整个船就停了。搞了半天，修了一晚上，今天少掉半天。发现线插回去，船好了。真波折啊！剧本不错，剧本不错。等下掉几磅啊？那也是要拍几磅的啊？那也是要看你们啊，200磅，200磅，400磅，400磅啊，400磅，400磅。来来来，
花货花货，嘟啦，线都没绑好就下去了，看到没？线都没绑好就下去抢鱼啊，嘟啦，嘟啦，哦，看到鱼了，哇！三条了，哇！三条了，哇！啊！什么？三条了，哎，捡回来了，捡回来了，捡回来了啊！三条啊，双钩已经不稀奇了啊！难讲了 ，triple 啊，三条啊！新款的2010的测试版啊，钻石 V.I.P. 下尾钩啊，倒挂金钩一样。老板，收到。啊，直接咬走了，你看。直接咬走了，你看，底栖鱼一大堆，你看。啊啊。脱钩了啦，没很大了。哦，这杆子钓性真的好。我中一条小鱼，我放在那边，不要这样，我放下去。这个人，应该是已经透鱼了，看到鱼了。有没有在那边？看到鱼了，有没有？没有，没有，在外面，外面，你来了。没有，哦，真的十班呢。不了。钓出来的中午娱乐啊，你看，娱乐一下来，你看，我偷偷鱼在那里，你看，在那里，你看，来，慢慢来，慢慢来，丢完哈，来，耶，哦。随便钓随便游啊，花货花货啊，香姜啊，我也是 double 啦，嘟啦嘟啦，那是十八一只那个，终于双飞啦，来双飞啦，你看。双飞好多次了，你看，就放在那里不理他，就是双飞，是青菜啦啦而已啊！哎呦，有，哇，大浪最大，宝贝，大浪，全雷打哦，只有我是红的，鸡魔，全雷打，有，啊，小吃班了，小吃的。哇！杀！我靠！我靠！双灰啊！他妈的，深海大码头，黑码头，看没？哈这里长得跟码头一样，黑码头啊！我这条真在码头啊！码头鱼啊，这个好吃啊！是吗？是啊。那今天中午吃的金尖，深海黑码头啊，有没有看到？哇，这个好吃啊！你看这码头没错，这码头跟台湾的一模一样，只是它颜色比较黑而已。你看有没有深海码头啊？哇，这海里的金线很漂亮。走上，你走上。哦耶！下，看到没有？解钩了啊，专业的啊，台湾人在钓啊。深海大师啊，这条川菜鱼哦。哦。
肉大有一味啊，最注意的材料是不是？对。凹刀条、深海小石斑呢、啊？流氓棍350克，三号杆呢、啊？昨天三公也是这个装备啊。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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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了。哈哈哈哈哈！第六只哦，第六只从教室里拉出来了哦。左部有，明明就掉腿，他妈的！左部有多少钱打赌？哎呦，吃饭喽！从教室里拉出来的，哦、大条哦！真的被拉出来了，教室里拉出来的，快快快！肯定钱打赌发了，等一下，第六条直搬呐、啊，不会动了，服了服了服了，这要大五斤以上啊，黑的，黑的。哦，哎，这什么东西啊？大礁石啊！我在想，我在想石头。哦、千年高子哦！哇！钓到一条，那，这是古董哦，这是撸了，美国人多年前在这里画流的哦，对，够了，够够够。没有一定的人品是钓不上这个东西来的，断了流过来的是吧？是啊，就是这样子，你看到没有？中了，中中中中。双尾，不不不，不不不，看我们强有力的 GT 杆哦，两条 GT 哦，哇，双钩，不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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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厉害不厉害不厉害，哇，一二三，一条，两条，乔五是底的吗？还是 GT？ 还是 GT？ 烟仔的感觉哦。乔五是底吗？一半，一半吗？对，一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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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了，堵了，下去，堵了，堵了，堵了，下去游戏，350克而已，老师，别打了，好，350克而已，一团乱了，堵了。堵了，怎么搞？怎么搞？怎么搞？哦，开开开！堵了，堵了，大牛港啊！我靠！我靠！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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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港啊！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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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JM 的2019最新的 spinning 轮哈 ，Monster Game。这个轮这个卷缘器跟一般市场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它全机体是锻造的，设计的大重点就是它机身很小，大概只有市场上的8000型，但它线容量却有16000，就是小引擎大马力，就是一次给足人的钓友啊。全机身锻造机加工，机身只有市面上一般的轮子1/3厚，锻造的加长摇臂，再加上这个铝合金的这个 roller arm， 双培林 roller 镀钛一体成型的抛线架，这个一体成型，整条铝车出来在折弯的话，双培林的这个纺线架，这边一个培林，这边，所以这个间隙非常小，几乎没有间隙，市场上的间隙都很大。刹车是非常非常的大，高到36公斤。一次满足了钓友的需求，等于说我用了4缸的引擎，但是我用双涡轮把你推到了最大马力380匹，你不用再改了，全部都已经把你摆上去了，最好的都摆上去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拉不起来，拉不起来，抓不住，抓不住，黄旗尾专用啊！开始转圈圈了啊！6.6，松的三有吗？轻轻松松哦。然后我先撩了几条尾，后轮的三条。哎，撩妹的技巧用来撩尾鱼，真会撩啊！抬起来，抬起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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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hold 住就好了，不要 ，hold 住就好了，起来了。哎呀，不靠谱，靠谱，不靠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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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谱。Nuevo prototipo nosotros desde JM, muy suave, todo el giro, sin esfuerzo, una caña bien, bien, bien frágil. Y otra vez, pues, y da la vuelta. Sí, sí, dale. Dando vuelta, dando vuelta. Dale, dale.你看这个，天哪！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吃的时候，鱼线，他在拍的时候，在搏鱼的时候，这样子。鱼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会被这个鳍碰到，鱼线就断了。
轻松松 KO 啊，绝不低头，看他就不会出现。掉这种三十 K 的小黄七尾，不用让他，杆子抬起来就对了。直接 KO 啊，轻松啊。OK， 不错不错。亲嘴亲一下，来，躺一下。来 ，OK OK。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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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g one. 哇！哇！拉出拉出拉出！哇！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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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啊！哦，狂出狂出！哦哦哦！哦，还在出，先给他出一下。我这条鱼他妈呕醉，你看头都不会点的，怎么搞的？他横躺着的，啊！OK OK OK， 再 come on， 可能有点分量，有点分量，有这么难钓吗？我就不信。我这条出很多线，很爽。不大啦，哪有黑尾鱼那么大？老板说了，如果南左往这边走，我去往外勾到小五啊，小五他们起来了。起来，站好。觉得你现在不要硬拉了，小五还不起来。慢慢拉。就是那只软的，我就跟你讲，明天用这只啊，刚好啊，这只钓可以啊，慢一点钓。再来，这条起来可以杀青了，哈哈哈哈哈！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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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的啦，钓鱼人生就是期待这一刻，期待一个笨手，钓嘴巴都歪了，干啊，小五，加油了，加油了，快就上来了，啊，500磅啊，为什么赚点钱要这么辛苦啊？小五，可不可以告诉师傅啊，赚点钱为什么可以这么辛苦？来，都挺凶跟他干的了。妥妥的，不用怕。对，很好，慢慢来。对。要喝十八个鲤鱼啊！他要起来才有用，他不起来没用啊。慢慢来。如果正吃的真的很大吃，真的很大。它躺横着你就没办法。大便姿势啊！哎，这嘴巴在看没有？转弯它不弯出去，讨厌呐！弯。
巴拿马的这个推广测试我们的举重机算是圆满成功的，虽然没有到很大的鱼，但是有一点机会，我们下次再来挑战。其实巴拿马的地区呢是非常适合 Jigging 的很大的市场，在巴拿马城的南边，有这些红柚啦、底细鱼、石斑啦、章鱼啦、红干啦都有。在巴拿马西边，我们有大型的尾鱼，从这个60磅到200磅的都会有。在巴拿马的北边还有很多钓场，海狼啦。还有这个什么Kingfish 海南瓦户红牛啊都有的，因为整个巴拿马的沿海线海岸线非常的长哦，这个欢迎各位钓友呢有机会的时候呢可以来这里挑战一下，顺便来我们这个巴拿马的 JM 专卖店走一趟。Bienvenido a Panama， Salud。Buenas noches a todos y la presente para informarle que ya llegó Pony Liu, el propietario de Jigging Master, así que un aplauso a Pony Liu, por favor, ¿no? Gracias.